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分享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脸盆打凸和拱花工艺。看到这种工艺是在我们的脸盆底部进行一个向上打凸的一个处理，所以整个模具结构采用下模活动，上模的模具结构是固定形式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开模状态。可以看到开模以后产品是被带上去的，所以呢，上模再加一个顶针脱料处理效果会更好。OK， 对于这种结构和工艺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。